对，真的，志伟厉害还是我厉害？真的是他厉害。为什么？真的，他很屌吗？怎么感觉说的跟什么一样？是真的。为什么？他打架很猛吗？如果打架猛，他比我高吗？他188，他这么高的吗？就妍希那种。但身材也特别好。咦。开个灯，打个光。会把表哥拎起来打，我会把表哥吊起来打。自己多高？我183。顺便打一架。你是怎么知道人家身材好的呀？你是怎么知道人家身材好的？他身材本来就好啊。但他长得有我帅吗？比你帅。是真的，我懂。